会客室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看到林医生，他终于啊，真的是圆了他的梦想，他当了一位舞蹈家哦。那么在这个练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他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么当然，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他，因为我实在太好奇了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就先来介绍这一位伟大的妈妈沈宝英，你好，阿珍师姐好，大家好。然后呢，这一位呢，真的是永远就是家里面的大菩萨，然后是整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活力润滑剂，我们最聪明的林聪庸爸爸，你好，哎，珍姐好，大家好。然后就是这个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林一山，你好，哎，珍姐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那么一山让妈妈爸爸知道那个他的梦想是要去跳舞，对。哎，第一反应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耳朵听不到音乐，对呀，听不到音乐怎么跳舞？对，我们在戏剧里面看到小小的一山，他用手去碰那个音响，碰，所以你用这个来感觉音乐，对，因为我耳朵听不见，我会把音响开到最大声，然后我用右手去摸喇叭站，它会感觉的抖声，对，然后加大距离啊，木梳拍击。哦，你在这样子听袋鼠拍子，拍成砰砰砰砰。好，可是你在跳舞的时候，你的手不能碰音响啊，怎么办？不能碰音响没有关系，但是可以继续熟悉的听音乐。你鸡蛋脑袋，是啊，把那个节奏震动，整手都记在脑袋。对，要每天都要不断地练习，要把那个熟悉的音乐跟舞蹈动作把它结合起来。好，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结合的对不对？知道就是要抓住那个音乐的节拍啊，好，那个节拍都对，都你会踩在节拍上面，是的，对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老师告诉你对的，还是他会提醒我哪一个是对的？哦，有些不对的，他会再告诉我哪里不对，要把我的舞蹈动作稍微放慢一点。对，因为我学舞的过程都有一点比较急赶，所以老师不断的一直提醒我说，要用心去听音乐，去感受它。对，哎，这句话很漂亮，用心来感受音乐，不是用耳朵来听。哦，这样用心，你就可以跳出那个感情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这个老师真的是太棒了。对。那么，妈妈知道女儿要决定学舞蹈哈。对。那么我们的担心一定是一样的。对对。跳舞可以吃饭吗？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还是有帮她规划说，你还是要学一技之长，对，自己有将来自己独立谋生的。对。但是他也是蛮乖巧的，就是会顺从父母的心。他，投出心力去学美容之后，发现他真的对美容这一块他没兴趣，所以最后还是回归他的那个舞蹈这方面。那妈妈看到他对舞蹈在舞台上，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欢乐，然后让妈妈在舞台下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舞台上那种跳舞，就像仙女一样那种喜悦。我就觉得说，就顺着他的心，就顺着他，只要他快乐就好。对对对，爸爸，你对于他这样子的选择，你以你那么乐观，你应该不会担心他的未来吧？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喜欢走的路了，顺着他欢喜做的事情去做就好了。是，那么你对他也有信心？有，当然有信心啊！因为我看他学舞的过程中那种毅力跟耐力、不认输的精神，我觉得 OK 的。哎，人生短短，就不过30000多天而已，最长也不过这样，能够啊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很快乐的过完这一生，
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宜珊，现在你做什么工作？我在家在草原国小服务啊，做行政人员，对，有关系的哦。所以做行政工作很没有问题的。行政有问题是，而且你现在因为有电子耳嘛，对对，开了电子耳，所以有电子耳听到的音乐，对，真的不一样，有感觉不一样。因为自从开始戴人工电子耳的时候，也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，太多的声音对我来说很吵，很吵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要。慢慢适应电视啊，大家也可以发现没有听过的声音，这样在家里我都会告诉妈妈说，妈妈你有没有听过不明的声音，壁虎的声音，我都会问她说，哦，原来是壁虎的笑声。对，他是带那个助听器，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声音。对啊，因为电子耳比较敏感，很敏感，所以他开戴上电子耳之后，第一次听到壁虎的声叫。是，可是因为电子耳很敏感，所以变成我们跟你说话，不能太大声，对不对？嗯，太大声也没有关系，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嗯嗯，对。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就是戴电子耳的朋友说话，只要注意什么？慢一点，讲慢一点才是重点。哦，就是重点，慢一点。所以哈，现在呢又有特教班，然后呢也有早疗。那么现在的医学很发达，对。所以如果说家里面有这样特别的孩子，就要及早到医院里面去帮助他，对对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宜珊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发达，对对对，所以现在很快乐啊。那你除了当行政人员之外，那么跳舞永远不放弃，是。那你还会参加好像慈济很多的表演活动，手语演绎。有真的啊。那么那会静思鼓队，静思鼓队哦，静思鼓队你也去了？嘉义有，我们也是。他是种子，你是种子老师啊？对，带年轻人打静思鼓，哦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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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你现在因为听得到各种音乐，那么很多舞蹈你都可以去跳了，对不对？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舞蹈？我最喜欢叫现代舞，现代舞，对，现代舞比较自由啊，又不会受到什么限制啊，就自然去跳出来啊，就是很自然用你的心去跳，就是跳出来，对，哦，很棒很棒。那么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节目安排请你跳的孔雀舞，它是。属于什么样的舞蹈？现代的吗？就是主要是孔雀舞，它是民族舞蹈，哎，民族。那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就这样要跟舞人一样，要学跳孔雀舞啊。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孔雀舞的表演，对，那个真的好漂亮，对，是。但是呢，你喜欢现代舞。你会把民族舞蹈跟现代舞结合在一起吗？这就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对，因为那个民族它是主要的是头型为主啊，头型，头型，对，就是头型跟头下的羽毛啊，哎，对对对，现代舞它要分很多手，没有事情，是好。我们呢今天呢也很开心啊，这个宜珊为了我们大家要表演他小的时候迷住他的孔雀舞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观赏。我们也祝福宜珊你心想事成，然后能够真的圆满你的梦想，当然更感恩这个伟大的妈妈，感恩，然后这个超有智慧的爸爸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宜珊的舞蹈孔雀舞。